不凡击败了其他的对手，夺得了冠军，并且得到了国王的召见。看来我们的不凡呢是非常的受欢迎，来到王宫呢，国王还要款待他一道题目吧。来看一下我们的例三这道题，国王在黑板上写了这样的一列数：1、1、2、3、5、8、13、21、34吧。好，现在问这个数的第十一个是多少？还有第二个问，问这个数的第20个除以5，余数是几吧？那很明显，咱们一题一题来做。要求这个数的第十一个是什么？那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？嗯，找规律。非常棒，是找规律吧？嗯，就是找到这个数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规律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呢，老师呢给大家限定一个范围，这个数列的规律呢就限于刚才咱们讲的四种基本规律，哪四种？坐差、坐张、隔降少以及坐和吧。嗯，好，同学们自己来试一试，然后回答老师下面的问题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律呢？好，同学们，你们找到没有？找到了。梦里什么样的规律？要坐和。非常好，就是相邻两项的和等于第三项吧。来看是不是1+1=2，1+2=3，2+3=5，3+5=8，5+8=13吧。嗯，所以继续往后写，21+34等于55，非常棒。然后呢，34+55等于89，这样看看有没有到第十一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恰好是第十一个是多少？89吧。嗯，这样的话，咱们找到了这个数的第十一项是89吧？嗯，对吧？非常简单，咱们这道题找规律，就是咱们之前所讲的求和就可以了吧。嗯，好，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数，这个题的第二个问，问这个数的第20项除以5应该余几吧。嗯，好，第20项，有同学老师啊，那这个题也蛮简单的，那么只要把第20项是多少算出来就可以了吧。对，咱们继续往后加吧。但是你想越加会怎么样？数越大。数越大，对吧？你想你1+1可能还比较好加，对吧？1+2也比较好加，但是越往后加数越大，你加的越麻烦吧。是啊，对吧？那么有没有其他方法呢？哎，咱们回忆一下，我们之前在学习周期问题还记得吗？嗯，我们讲过如果比较大的数的话，咱们可以怎么样？找规律吧。嗯，找规律，对吧？我们先从比较小的数开始去找它的规律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我们讲周期问题的最后一题吧。那个题咱们从比较小的情况开始去找规律吧。嗯，好，咱们这道题也是一样的方法，来从比较小的数开始找规律。来看一下第一个数除以5余几？1。第一个数就是1吧。嗯，对吧？余数什么意思？我一共才1块糖，我分给5个人能分吗？分不了，最后还是余1块糖吧。对，好，第二项除以5也是余1吧。第三项余2。第三项，第四项余3，然后呢？第5项余0。哎，同学老师说顺口了，对吧？第5项除以5余5，对吧？可能余5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余5。五块糖分给5个人，恰好每人1块糖吧？是。有余数吗？没有，一块都不剩，所以第下面第5项余数应该是0吧？嗯，继续第6项，8除以5，余3，非常棒，余3。然后呢？13除以5，余3吧。嗯，再往下。21除以5余一，34除以5余几啊？34除以5，5、6、30吧。嗯，所以每个人可以分6块糖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还多了4块，然后第9项是余4吧？对。第10项刚才写的是多少？55吧。55除以5等于11，对吧？因为5×11等于55嘛。嗯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商应该是11，那么余数就应该是0。所以，哎，第10项余数是0吧？嗯，还有谁也是余数是0啊？第5项。第5项余数是0，第10项也是余数是0吧？嗯，那你想，下面轮到第几项了？该是第5、10差几啊？差5。差5，然后呢？第15项，所以第15项的余数也应该是0吧？嗯，再往下，20。第20项的余数也应该是什么？0。也是0吧？嗯，所以这样。咱们从比较简单的情况，比较小的数去找规律吧。嗯，这样就找到了余数最后到底应该是几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道题你看，哎，这个小人小兔子，对吧？非常开心，哦耶，
终于找到规律了。什么规律？就是第五项、第十项、第十五项、第二十项除以五都是余零吧？对，对吧？哎，第二十项除以五应该余零，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。这道题呢，哎，就和咱们之前讲的周期问题结合起来了吧？嗯，也是一道数列找规律，但是呢，它会有一个周期出现吧？对，对吧？每五个钟都会有一个除以五余零吧？嗯，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好，这道题还没有完，通过这道题。这个国王哦，写给我们的数列并不是一个一般的数列，这个数列呢，在我们的数学中有一个固定的名字。来看看精灵王子的分析，一、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八、十三、二十一、三十四这样的数列，咱们称之为叫做斐波那契数列，同时呢，也称之为叫做兔子数列。那么为什么叫斐波那契数列呢？那非常明显，斐波那契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数学家。这个数列呢，就是由他发明的，也是由他发现的，能理解吧？好，那有同学会问，那兔子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兔子也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吗？对吧？是由兔子发明的吗？这个倒不是。为什么叫兔子数列呢？这个呢，有一个小故事在里面，老师呢是要给大家讲一讲，什么叫兔子数列？就是呢，老师今天变身成一个农场主，老师买了一对小兔子，注意是买了一对小兔子。这一对小兔子呢是一公一母，能理解吧？能。好，过了一个月之后，那你想这对小兔子会怎么样？会变成大兔子，会长大吧？对吧？不是一只小兔子，会过一个月就长成了一对大兔子吧？嗯。好，再过一个月，你想一公一母一对小兔子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会生小，他们会生小兔子吧？嗯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就应该是一对大兔子再加上一对小兔子吧，嗯，这对小兔子哪来的？是刚生下来的吧？是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，然后再过一个月，这对大兔子还在不在？在，还在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对小兔子会怎么样？会长大，会长成大兔子吧？嗯，长成大兔子，然后这对大兔子不光在，还会怎么样？生小兔子，还会生一对小兔子吧？嗯，生一对小兔子。好，再过一个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再过一个月，这两对大兔子还在，对吧？对。这个小兔子会怎么样？变成大兔子。会长成大兔子吧？嗯。所以现在有几对大兔子呢？三对。三对大兔子，对不对？而这对大兔子会生一对小兔子，这对大兔子呢也会生一对小兔子吧？嗯。所以有几对小兔子？两对。两对小兔子，所以到了下一个月就是三大两小，几对兔子呢？五对兔子吧？嗯。是五对兔子。好。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月一对兔子，第二个月一对兔子，第三个月两对兔子，然后呢三对兔子，对吧？嗯。五对兔子吧。嗯。恰好满足斐波那契数列的一个规律，一个特征吧。嗯。对吧？好，那也说明斐波那契数列是非常重要吧。是。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中也会出现斐波那契数列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老师稍微向大家透露一点内幕消息。什么内幕消息呢？在我们的小学中有两个数列非常重要，一个叫做等差数列，我们会在三年级的时候学习，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老师给大家介绍的叫做斐波那契数列。我们今天呢只是学习一下斐波那契数列的一些基本性质，一些基本特征，我们之后呢还会运用斐波那契数列来解一些奥数题，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哦。好了，这道题大家听明白没有呢？听明白之后来看看老师的独门秘诀。兔子数列很重要，今后还会常常用。